大年初一发红包喽，各位朋友，在初一天早上，你们请的是啥子特色？我们这边哈吃的就有一点点特别了，趁大家在里面忙得热火朝天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走。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大年初一就要吃猪儿粑，看嘛，吃了就好变成胖儿喽。胖的噻，软趴趴的。是啊，所以说我是一辈子都注定的。哎呀，没意思的，快点包哈，我在那求。要红包捞起来噻，嘿，不发我吗？等会儿。哎呀，我这穿大很喽。把那块挣拢你。要得。不要个布儿真的是破开的。上次他们把我弄到布儿里面破开，相信我不就破开。然后叫你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晓得，我晓得。这我咋弄趴啊？猪儿粑本来就是趴的的嘛。边边不，中间厚，晓得嘛？啊，厚点了就不得了噻。手握紧，那就握了噻。然后直接进去装馅儿。我感觉我的是长些馅。没得事的，只要捏拢。然后把它捏拢。你看嘛，你看我那又抬了十多几克，又开补了这个人。啊，不行，我老啃的。我啃。耗子啃的啊。我啃的。一二三。你倒了啊？哦。好，等会儿只要破了找你。我有记号。先弄个团圆，然后手捏。弄我捏。哎，把边边捏不？哦。你。为啥不是有个事？你手大指拇手啊，靠中间噻，中间弄个子，弄个子团圆，不是个扯，然后把这个那握在手腕心头握到，握到有个窝窝，然后就可以弄馅儿喽。握紧没有？啊，可以。捏来了，中间没有空气的了，就可以团了，就可以弄个团。没有空气的，弄个可以噻。啊，团。个人吃，个人包嘞。要得。那些不包的就不得吃啊！我让我女吃。啊，哥哥没吃的。最后又把火了，今晚给你找两个红色手机。要得。咦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没有弹，没有弹。鸡巴巴上弄大一个脚，哟天！切过上一个噻。我包的那个。那我是你包的，那么包的皮皮厚的很，你包的皮皮厚。姐姐，你也是老婆，懂事。我包的均匀的。看嘛，那是我的陈大姐对我好，第一个都撵我。我撵个娃儿嘞，撵个鸡。快走！哎，你好歹那会儿，你是天多的嘛。我要发红包了。哎、哇，有点子好。来，你了，请你了，发红包了。来，三方红包，来，要说谢谢奶奶哈，要谢谢奶奶，来二姐，红包，说谢谢，来这里哥哥，谢谢，不用谢，谢谢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是给爷爷发了，给爷爷拜年发红包了，来，好给，快快点，拜年，哈哈哈哈哈，恭喜发财，红包。哎呀，还想要过啊？你说谢谢噻，我没掉过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来！哎，要小宝宝的我都拿给你了。来，二姐。要谢谢宝宝。哎，不谢。哎，妹妹来。对，给妹妹拿的，妹妹跑了。谢谢。发给你。支支吾吾。今天都还有个还没成家的，都有个。哎呀！我让你挨我陈大姐搞完就了嘛。不急呀，等会儿我不急。